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来收看 Formosa 音乐厅，声声拢好听，为你带来好心情。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唱 R E U A O O 的歌，要来学台语啊。在国际上四大儿童音乐教学法，奥弗、高大仪、达尔克罗斯，甲着这个铃木，拢强调童谣是给囡仔自然学习音乐上好的教材啦。尤其是声调型的语言，因为是由声调的关节伊的动向来判定字的意思。讲话就敢那亲像伫咧唱歌，会形成一种语言性的旋律啊。譬如讲往来生生，伊的语言性旋律就是往来生生哦。啊，亲像讲阿公，我要食西瓜哦，伊就嘿，这就是伊的语言性的旋律哈。每一个语言性的旋律内底，伊的音符甲音符之间的音程，甲着动向，拢自然呈现出这个语言的音乐的特性啦。阿公其实就是咱唱出来，吼，瑞咪阿公，吼，是音乐上上升大二度的这个现象。啊，那叫阿嬷呢？哦，就等于伫咧唱，你看看 ，re mi re 阿妈，大两度上升，搁再大两度下降。所以反倒转来讲，咱若使用顺着母语声调，吼，会囡仔歌来给囡仔念唱，伊嘛会伫这个潜移默化中间，自然都学会晓家己的母语咯。今仔日，咱要提供几首台语单元音的韵母 ，a、e、u、a、o、o， 做这个韵卡的囡仔歌，甲大家来分享啦。哦，这囡仔歌会使讲会当当作咱学校也是家庭母语教学的一个所在，予咱的囡仔伫这唱游中间轻松地学会晓这个母语啦。这个阿就是乌阿的阿，东南阿的阿，也是阿爸的阿哦。咱应用伊的第四声，这个阿阿咪阿的阿来做主题，描写一首爱唱歌，每天透早到暗呢，伊就是安尼嘎嘎呱呱哦，唱袂煞的对啦，唱袂停。巴肚枵，伊当然嘛爱叫出声，互伊爸爸妈妈知影咧。啊，若巴肚饱，伊心情欢喜，阿妈唱歌要互爸爸妈妈听啦。阿咪啊阿咪啊，爱唱歌，透早甲暗呱呱呱。巴肚那枵呱呱呱，巴肚饱嘛呱呱呱，呱呱呱咧叫爸爸，呱呱呱咧叫妈妈。阿咪啊阿咪啊，爱唱歌，透早甲暗呱。呱呱，巴肚那枵呱呱呱，巴肚饱嘛呱呱呱，呱呱呱咧叫爸爸，呱呱呱咧叫妈妈。这呱呱呱也好，还是嘎嘎嘎也好啦，拢会使讲是一种想象的这个念声词啦。拟声词，不过过去伫这个华语系统习惯用这个呱呱呱，
文化是哇哦，虽然有乌的音在内底，同款嘛会当学习这个啊的文母啦。啊，那这个伊的音呢，是你甲伊的伊，何伊的伊，伊来的伊，伊声的伊啦。伊的第五声，第五声调就是伊啊伊的伊，哦。之前咱伫节目中间捌小解过一个阿姨，阿姨好脾气啊，伊的歌词是安尼讲：阿姨阿姨的好脾气，随时笑眯眯；阿姨阿姨的真趣味，啊头壳激气气；阿姨阿姨咬声字，声势够惊奇。阿姨阿姨爱看戏，啊感动的哭啼啼。这就是一首会当用来练习伊的一个童谣啦。所以咱过来介绍另外一首运用韵母伊做韵卡的伊那歌，鸟鼠啊真伶俐啦。描写到鸟鼠啊是一种聪明、机灵、阁动作美丽的小动物，嘴尖尖是尾长长啦，正做一个长条形的体型，方便伊呢钻空、爬悬、爬低咧。啊，其实呢，伊拢秘咧休困，甲准备要夹啦是剥物件一个工具啦。那暗时伊就安尼走东往西。无闲准备去偷食各种的食物啦，无论是番薯啦、米啦、面包、大米啦、鱼啊、花枝啦、水果，也是麻糍，各项伊拢喜欢啦。有时佫会秘这个壁边偷偷剔笑着恁人啊，无多甲我封住啦，哦，干那会晓安尼气噗噗意意啦，哦。所以我们请林文文给我们演唱这首《鸟鼠啊真伶俐》。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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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，鸟鼠啊鸟鼠啊真伶俐，嘴尖尾长真趣味，头早到暗抹嘴齿，暗时无嫌装鬼迷。偷食番薯，偷食米，偷食面包，偷食面，偷食鱼啊甲飞机，偷食干妈甲麻糍。厝人看着真受气，实在无法通告知。鸟鼠啊，咪伫壁边，笑甲笑甲吱吱吱。这首歌词用语音化的技巧，把鸟鼠啊转化作伶俐、精工、搁俏皮的这个贼啦，无法无天，吼、哦，搁真畅秋的行为啦，让人又搁生气又搁无奈。应用着传统式的四句联的结构，有自然的韵律感，真好朗朗上口。其中阿着伊做韵卡有这个气啦、力啦、力啦、气、米、米、米、鸡、鸡、气、地、边，加着这个鸡。此外呢，句中还佫有时、鸡、米、鱼、米，也用着音，这个伊的音的字啦。确实会当充分来练习到这个韵母伊的吉拉歌。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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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，
鸟鼠啊，鸟鼠啊，真伶俐，嘴尖尾长真趣味，头早到暗抹喙齿，暗时无嫌总归眠。头只番薯，头只米，头只面包，头只面，头只鱼啊加花枝，头只柑仔加满枝。主人看到真生气，实在无法当苦字。鸟鼠啊，咪伫壁边，手甲手甲吱吱吱。欢迎继续来收看《福尔摩沙音乐厅》，声声拢好听，为你带来好心情。今日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唱阿依乌阿乌乌的歌，学台语啊。乌是卡头乌的乌，乌下火的乌，有头有尾的乌，在这学习乌音这个部分呢。咱要提出一首骨力的长寿歌啦，予大家做参考。歌，予人有一个正面的印象是，伊伫这个骨头的赛跑中间，所展现迄种坚强毅力，甲着坚定的决心啦。靠着吴金书一心向前的精神，伫土啊行到中途放松休困的时阵啦。阿姑来敲我着这个土啊，赢得这个胜利啦。所以人人称呼伊是骨力姑啊。另外呢，这个姑有钉钉的壳做伊的厝啦，保护着伊的安全。啊，这姑呢，伊随意自在啦，会当伫这个陆上甲着水中来生活。所求的食物嘛无多啦，用讲清心寡欲啦，无烦无恼，伫大自然的环境中间，伊会活超过一百年的这个寿命，所以大家嘛叫伊长寿菇啦。拉古，呜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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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动作较慢不认输，一心在向前无退路，创作赢久的故事，呜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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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呜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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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阮是长寿姑。呜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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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顶顶的骨壳是阮厝，清心的自在活上久。一生的拢无会烦恼事，在这首骨力的长寿歌中间，为了要增加学习这个语音的机会啦，我特别设计一挂想象的这个念声词，就是呜噜噜哦，当作这个歌真温。稳定伫咧行路，迄个动作的状态啦。另外，歌词中间古书啦、路啦、书啦、厝啦、古，拢是应用韵母有的一个字啦，会当予歌唱中来学习有这个音嘛。A 这个音是下过的 A， 新冠落 A 的 A。啊，是皮
配鞋的鞋啦，吼、哦，会食会困的鞋，吼、哦，这拢是这个鞋音。所以，这个练习鞋音的部分呢，我特别创作一首学习母语多元功能的“咩咩两只咩”啦，“咩咩两只咩”。一只乌啊，一只白，乌的路好体格，啊白的矮，大脚底，乌的马来马，啊白的送阿姐，马马马，伊的拼音拢是用这个“马”来加这个 “a” 的音。其中这个声母“啵”是咱华语拼音中间无音啦，就一首歌会当予个咱囡仔多练习这个“啵”这个音。马啦，马是共音，意思意调啦吼，共音意调的两个字，意思拄拄啊相反，是练习声调变化的好所在啦。另外，这个马、马、马、鸡、鸭、鸡、鸡，拢是压这个 A 的韵啦。所以，就这个母语学习来讲，马、马两只马，同时会当学习这马 A 的音，甲着声调的变化，真是一举多得啦。两只马，一只乌的，一只白。乌的路好体格，白的大脚底。乌的马来马，白的送阿姐。所以，咱来探讨。O 这个音 ，O 是 N O 的 O 啦 ，O 文号的 O， 青鹅啊的鹅，在学习这个韵母 O 这个部分，我提供一首描写人物的音啊歌，阿宝播一道啦，和大家来做参考。伊的歌词描写到身材真弱的阿宝。是一个脾气好、个性温和、啊真客气的人。伊做事非常的勤快，效率好，佮有信用，品行修养也人人学落啦。吼、哦，无分无烦无恼的阿宝呢，平常时吼、哦、真爱食各种的水果啦，尤其是食苹果来当作点心做佚佗。不过呢，先人拍过嘛会错啦，阿宝行路的时候，有当时嘛会无小心煞跌一倒啊。阿宝阿宝人落落，个性温和脾气好，爬落山啊真可靠，品德高是人人报。阿宝阿宝是无烦恼，平时真爱食水果，摕苹果咧食佚佗，无张持煞跌一倒。伫阿宝跌一倒，这个中间，咱运用着宝路和好。罗嗦可歌波洛个水果，甲着水果的果，甲佚佗的佗，吼，甲跋一道道，拢总有十四字这个 O 的音头好来学习就对啦。尤其是选到轻松活泼佮好记，囡仔透过这个趣味的学习过程，一定有袂歹的效果啊。
人乐乐，个性温和，脾气好，袂啰嗦，真可靠，品质搁人人保。阿宝阿宝无烦恼，平时真爱吃水果，提苹果咧吃七桃，无张持搁搬一桌。啊，若讲到这个乌，就是天乌乌的乌啦。乌土的乌啦，内湖的湖啦，湖过的湖啦，过去咱的老祖先也有留一首用乌做这个韵卡的传统念谣。有一个姓布，啊，手提一匹布，行到上斜路，啊，赶紧进当步。当钱一千一百五，啊，买了一担醋，担到石头啊路，看到一只兔，啊，放落醋啊去捉兔，啊，捉到兔，脱了裤，诶，来包兔，所弄到醋啊，也无裤，个也无醋，啊，也无布，个也无兔。气死迄个姓布，是运用这个布、路、坡、五、错、土组合而成的半嘴音顺口溜的念谣啦。另外，咱要和大家来分享一首新创作用乌韵的这个动物故事歌《虎甲兔》啦。哦，内容。是讲到讲软弱的兔啊，碰到这个凶猛的老虎的时阵，伊要如何为这个死中来逃生呢？山顶一只虎啊，山下一只兔，热天的下晡啊，虎落山去碰到兔。啊，妖怪虎啊，要夹兔，要食入伊腹肚。兔惊虎啊，双目兔，面毛乌乌乌。啊，后壁一只虎，啊，头前你无路。哎，家在想着好撇步，跳上树顶等救助啊。这个虎、兔以外，波、多、兔、乌、波、猪，拢是这个乌音的，学这个乌音的这个好机会啦。学母语有撇步，唱童谣好招数啦。加减啊来唱阿姨有的乌乌，一定有帮助啦。欢迎下礼拜同这个时间继续来收看《Formosa 音乐厅》，声声拢好听，为你带来好心情。